学校的经费，所以学校方面是蛮支持的。那他们参加黑豹旗之外呢，也有打这个红羊旗，所以在南部地区这个红羊旗啊，现在也让这些非科班的校队啊都能够有一个切磋的机会。嗯，安打这球就很强劲了，穿过了游击的防线。现在变成了11-0，这球就打得很扎实。那另外当然有打这个南区的联赛，也还打到的几率当然高一些了。哇，这个球好球！哦，这个盗垒，哎呀，还是被抓到。哇，但差一点盗垒成功啊，形成了3出局，目前是0-6，北门呢暂时落后。Oh.